查到了吗？啊，查到了。子谦少爷半个月之前就从南阳回来了。是吗？嗯。小翠儿，铺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是什么？小姐，这是督军府的规矩。怎么了，陆小姐？怕了？谁说我怕了？只是你我尚未成婚，算不得真夫妻，此时同房，与理不合。与理不合？你娘现在把你送过来，图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你小翠儿，你是要留下来陪你家小姐跟我一起圆房吗？小翠告退。你喝多了，我今天晚上睡客房。哎，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别太过分，我再怎么说也是杜家大小姐。杜家大小姐，你为了逃婚还真是不择手段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还是在装傻？是我装傻还是你故意为之？你竟然无心娶我，何故在我爹的灵位前起誓？难道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羞辱你？你看看谁羞辱谁。这不是我，我没有做过，我是清白的。清白的？好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你的清白。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用我来教你如何侍奉夫君吧？啊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？你别逼我动粗行了。这下完了，天底下哪个男人能接受未婚妻戴的绿帽子？干什么？别动我！走开！走开！
全完了。既然少帅怀疑我给他戴绿帽子，那他为什么还会娶我呢？小翠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少帅娶我是因为我大明星的身份？小姐，您怎么这么想？虽然婚约是老爷定下的，但是您跟少帅从小青梅竹马，少帅娶您是因为爱您。他分明就是个控制狂，我只是跟他弟弟说了几句话他就吃醋。小姐您有所不知，少帅和子谦少爷虽为兄弟，但并非一母同胞。子谦少爷是督军的外室所生，也正是因为督军的引狼入室，才导致了少帅母亲的离世，所以啊，两兄弟也因此结下了梁子。怪不得昨天少帅如此反常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因为少帅怀疑我给他戴了绿帽子，所以那晚是他为了守住督军府的声誉，要将我杀人灭口？少帅，车到了，走吧。走。老板，嗯，有没有高领一点的？这件太低了。这个领口刚刚好啊，您看您身材这么好，穿这件正合适呢。还有其他款式吗？怎么还没成婚就想管我呀？这件设计未免太过大胆，有失两家身份。我这么好的身材藏起来岂不是暴殄天物了？就要这件了。这么好的身材如果藏起来岂不是暴殄天物了？